补充一点啊，刚刚讲到这个著作权还有智慧财产权，对不对啊？那经由这个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有种种的抗争，那当然无产阶级革命那也是很惨烈的，对不对啊？所以走到今天才什么，在做学理工的可能就比较清楚，就是说你发明了一样东西，你先去登记，对不对？你就享有专利。那现在的专利就是什么，就有限制了，你独享个20年或者是30年，不能再搞个几百年了，看到没有？哦，因为你的确你发明的东西大家也应该什么肯定，你也应该保障你什么你的贡献嘛，对不对啊？那但是不能什么，这跟你的子孙又无关了嘛，对不对？这是你发明的，不是你的子孙发明的，对不对啊？所以同学注意看，而且现阶段同学注意到没有，在你发明这个东西，你享有这个著作权或者是发明权，人家还是可以用，但是就要付费了嘛，对不对啊？所以现在什么也做出一个修正，所以同学看到没有，这就是老师讲的人类历史能够往前走一步，我们大概基本上都是踏在前人的尸骨之上，对不对？因为没有这些无产阶级革命啊这些东西，他们会退让吗？也不可能退让嘛，对不对啊？走到今天的话，可能发明也是，你只要发明东西一登记，你也能享受个百年千年都有可能啊，对不对啊？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那老师建议大家一点哦，在这个制度之下，现阶段啊，因为老师不是说哎，上电子产品收起来，对不对？最近大家用电子产品最夯的在搞什么啊？宝可什么梦在寻宝是吧？啊，老师对这件事没什么意见啊。你高兴去寻宝，那你就去寻。但是欧盟就已经跳出来了，啊，我们台湾的一些媒体也有报道嘛。其实同学注意看啊，是不是在这个著作权、智慧财产权、发明权种种的什么影响之下，有一些什么，他动脑筋让你什么，反正种种的保护，对不对？啊，他又不想付费，但是他也不触法，然后叫你什么？乖乖的自己交出来，这什么东西啊？因为现在不是已经进步到你只有20年，对不对？你老师要用你的东西还要付费给你，对不对？那现在有人又不想付费，又想把你的东西搞过去，然后最好你还是乖高高兴兴的交出来，是什么东西啊？宝可梦，宝可梦是不是叫宝可梦？老师干嘛把这些事情整合在一起？欧盟什么已经点出来啦？其实同学注意看啊，现在很多甚至手机上面不仅宝可梦，很少是什么，大家喜欢用 Facebook 用 Line， 这些东西都是干嘛，都是免费的吧，不用付费，你看多爽。我为什么发明东西给你用，你不用付费啊？大声点，让你的资讯乖乖的交出来啊！成就了后来的大数据啊，你都不交出来，我搞什么大数据啊？我没有数据搞啊，不是吗？看到没有？那宝可梦呢，其实同学注意看到没有，欧盟都点出来了，这是什么？人类有史以来最什么？
最大规模的骗取个资的东西吗？那大家也很高兴的乖乖的交出来啦，对不对？啊，那甚至最近这几天什么丹麦的军方嘛，他们有一些东西因为这个宝可梦什么赶快修改相关的东西啊，免得让什么他经由这个什么他就来找啊，看到没有啊？所以同学看到没有，就是说人类历史的发展啊，就等于说哎，用 Facebook 用Line 或者是今天的这个宝可梦，其实同学注意看了没有，相形之下使得德国当时希特勒的什么纳粹他们收集他们在抓什么谁是犹太人，相形之下就太笨了吧，对不对？那时候没有 Facebook 也没有 Line， 对不对？也没有 email， 这些免费的送给大家，然后什么大家乖乖的把自己卖了嘛，对不对？你把你自己给卖了，然后你都还没有数钞票，人家还不用付费给你啊，你就把你自己给卖了，看到没有？然后继续卖啊，对不对？甚至今天连欧盟都跳出来了，就是这个宝可梦是人类有史以来什么最大规模的什么骗取资料的一个东西嘛，看到没有？因为同学注意看，这个希特勒是欧洲人啊，对不对？他们已经什么欧美国家什么以前就什么收集大家的资讯，已经是一流高手了。那我今天在搞这个吗？给你免费的，然后什么大家就乖乖的把自己给卖了嘛。同学切记，资本主义社会之下，什么人格都有价，就今天突然跑出来一个东西跟你说不用钱，不用钱，不必付费。资本主义社会，同学切记，人也是什么物品啊？那人格当然也是有价的，有价码的，什么都要钱啊！结果怎么突然陆陆续续，同学难道不觉得吗？陆陆续续好多东西给大家用都免费的，大家没有警惕吗？啊，这老师建议大家思考的啊，因为欧盟已经公开的跳出来点名这个什么宝可梦是有问题的啊，所以同学注意看啊，你们可以思考一下嘛，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什么都要钱，就突然陆陆续续这么多东西不用钱，对不对？那同学注意看，那现在不是什么连选举什么都在搞大数据，对不对？网络上是不是有大数据分析你啊，对不对？你上网收集什么资料，然后你第二次再收集的时候跑出来一大堆资料给你参考，荧幕后面是不是有个人比你更了解你自己啊？是不是你告诉他的嘛？董老师的意思啊，所以暂时上课的时候不用再把自己出卖了，关起来吧。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刚才讲到这个原子能啊，那后来的核能啊，这方面呢，那德国也理解到，甚至同学注意看，德国不理解也不行啦，因为我们之前有提到过嘛，苏联的军队杀进德国，还有欧美这些美国啊，美国同样的进到柏林啊，除了忙的肢解德国之外，更忙的一点是什么？就是把德国的物理学家很有名的，那当然爱因斯坦是之前更早什么，他就先逃，因为爱因斯坦本身是犹太裔的嘛，希特勒抓犹太人啊，对不对？所以他之前早就已经什么先去美国了嘛，对不对啊？因为他那个很有名的相对论，对不对？还是在德国Regensburg 大学教书的时候他就已经写出来了啊，所以呢他基本上，那当然他那么有名的一个科学家，所以他大概希特勒开始抓犹太人后，他就什么基本上就逃离德国了啊。那同学注意看啊，那这个苏联还有美国的军队呢杀进柏林，除了肢解柏林之外呢，一开始什么当然金银珠宝也抢啦，但是动作更快的就是抢德国的物理学家啊。那这一些呢，同学注意看到没有，这也就是成就了后来苏联还有美国什么
在核能物理方面什么种种的突破啊，甚至我们说这个后来美苏不是在竞争核能物理啊，各方面原子弹啊，各氢弹各方面呢，其实什么两批后面竞争的对手都是德国，他们以前都是同事啊，对不对？一批人被苏联抢走了，一批人被美国抢走了，然后各自发展嘛，但是都是为了什么，都是在这个领域的顶尖的高手嘛，对不对啊？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啊。那当然同学注意看哦，我们说1990年代苏联瓦解一样，那当然是因为他自己内部出了状况嘛，虽然也有外部的力量使得他瓦解，但是没有发生战争嘛，对不对啊？那但是同样的同学注意看，苏联的科学家那个时候也在全世界什么，基本上全世界国家高薪聘请苏联的科学家去他们国家啊，所以对于苏联今天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啊。那当然他很多东西也是原创的啊，所以为什么普丁什么上台以后把国家的什么不断往下崩跌的经济形势给稳住了以后，因为我们知道他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呢是很艰辛的，不是很顺利的，所以造成国家什么的分裂，卢布的崩跌，看到没有啊？那普丁把它止稳了以后啊，所以他现在大力的又什么发展，所以同学看到没有，苏联这个国家今天只剩下俄罗斯来继承它，然后很多都独立了嘛，对不对啊？我们看白俄罗斯、乌克兰啊、乔治亚这些都独立了，但是最大的俄罗斯呢，还是中间的最大的一个共和国，继承了前苏联啊。那军事、工业各方面什么，它也都继承了啊。所以同学看到没有？但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形势不断的崩跌，但是欧美国家还是把它视为第一假想敌。因素很多，但是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说，这个国家虽然崩跌了，但是它的军事工业的水准还是一流的啊，对不对？所以你不能把它当作一个三流四流的国家来处理啊，对不对？所以你们注意看，为什么普丁欧美国家一天到晚抓着普丁好像死缠烂打，怕他，对不对啊？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那当然大家也熟知，普丁就是干什么，就是把克里米亚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岛拿过来，对不对啊？那乌克兰其实同学注意看啊，他以前是什么，就是俄罗斯的什么粮仓，因为乌克兰这个地方除了这个小麦啊，这哇那真的是非常的丰富之外，当时因为在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他的黑海舰队是部署在乌克兰这个地方的啊，所以乌克兰这个地方大家也绝对不能小看他啊，他在相关的领域里面也是在水准之上的啊，所以也当然也因为他在水准之上，所以他也误判他有实力可以跟普丁对抗啊，对不对啊？你除了这你只有一个黑海舰队哦，你别的他当时并没有放在你这个地方哦，对不对？那当然乌克兰总统当时情势误判嘛，他一方面以为自己也不差，另外一方面他想欧盟和北约会力挺他，就没想到什么欧盟和北约这些会员国他们没有什么要和什么苏联发动战争的什么这个意愿呢、啊、我没有这个意愿呢、啊、对不对？所以到最后变成什么，同学看到没有，你乌克兰对不起啦，克里米亚岛拿走就拿走了，看到没有啊？所以同学注意到这整个欧洲它对于军事工业他们是非常在乎的，因为除了这个增加自己的实力之外呢，当然军事工业里面难免也牵扯到原料资源各方面的因素啊，因为同学注意看，千万千万记住，欧洲国家基本上不至于什么
和动不动就和俄罗斯发生对抗，即便很不愉快的情况之下，也不至于立即发生对抗。别的不说好了，远的不说好了，就说最近这几年好了，他们绝对不敢跟他什么正面开打。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欧洲国家同学切记啊，欧洲国家是绝对有高度的共识的，就是什么啊？大声点。对，非常好。也就是说，我们欧洲国家大部分除了东欧的什么罗马尼亚这保加利亚这一带之外，大部分都没有什么天然资源的情况之下，我们是绝对不能和不仅和俄罗斯哦，全世界拥有丰富能源的国家呢，我们如果没有办法把它吃下来的话呢，就只能什么与它共舞啦，管它是豺狼虎豹还是什么圣诞老人，董老师的意思吧？啊，所以同学看到没有？这就是为什么哎，你乌克兰你自己什么太高估你自己啦？对，大家不可能为你什么和俄罗斯开打嘛，对不对？甚至同学注意看到没有？不仅如此，欧洲国家同学注意啊，啊，他们和俄罗斯买的石油和天然气，因为毕竟隔很远嘛，对不对？要运回到他们自己国家，他们是很有本事的哦。这个管线沿途经过的国家，我都要掌控。那当然表面不能承认啊，以前是承认的，以前我就殖民你了嘛，对不对？你们注意看，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这么多产石油天然气的国家，不都是他们的前殖民地吗？对不对？甚至别的不说好了，今年暑假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南海的问题嘛，对不对？南海的问题，同学有没有注意到欧洲国家没有吭气啊？来，为什么不吭气啊？大声点。对，因为南海很多天然气的同时，我已经在那边占领啦、探勘啦，看到没有？英国的 BP， 英国石油，对不对？还有什么荷兰的什么 Shell， 是不是？对不对？英国的这些大的石油公司，同学注意看啊，你在陆地上探勘石油和在海上海底探勘石油，你要在海上架那个探勘平台的，那这两个都是探勘石油，但是在海上探勘是什么比较难的，路上当然也不容易嘛，一定要拥有这方面科技的国家才做得到嘛，对不对？但是海上的是更，海下的是更难的，对不对？所以全世界有这个技术的，大概全世界大概就是欧美这些老牌国家嘛，老牌工业化的国家，所以石油的探勘绝对是寡占，因为就我们这几个会，你们不会，那你们呢算是不错的，是因为你们有一大堆，但是你们没有探勘技术啊，我没有，但是我有探勘技术啊，看到没有啊？所以同学切记啊，欧洲国家对于这个他们反应是非常快的，所以什么，他们抓住技术，不仅南海，全世界的海面上有实力在那边探勘的什么，你们注意看，早就被欧美国家什么占领了，对不对？所以他没有必要出来跟你这边打官司啊什么，不必了，因为我已经什么，我早就在那里探勘啦，看到没有？不仅探勘，我早就在那边挖啦，因为我有这个技术，你们没有啊，我干嘛还跟你们啰嗦，董老师的意思吧？啊，所以他们有这个技术啊，但是呢，欧洲大陆本身没有什么天然资源嘛，对不对？所以从俄罗斯那边买来的拉的管线，因为同学注意看嘛，欧美国家他到今天他还没有实力什么控制住苏联，当时的苏联，今天的俄罗斯嘛，
所以只好用买的，对不对？那买的运过来的管线经过的国家，他们都不会什么松手的啊，因为我买的运不到我家，那等于白买嘛，那我还是没有啊，不是吗？对不对啊？所以沿线的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运作、选举，他们无一不介入嘛，来确保我的油从什么苏联还有今天的俄罗斯买回来能够安全的运回家里嘛，对不对啊？那当然沿线很多国家除了收过路费之外，当然也偷油啦，也会偷啦，这哎弄什么接个管或者是刺一下，然后什么再接一桶回家，这种情况也有嘛，所以保护费该付的也得付，对不对？那你把他什么保护费也付了，你还不给我乖乖的，我就什么把你政府给你推翻了，董老师的意思吧啊。那现在要去推翻你呢，恐怕在国际之间又让我欧美国家的名誉受损，所以什么他们常常用的方式就什么动员他国内的什么异议团体学生自己跳出来把他们政府推翻了。埃及的阿拉伯之春就是，所以同学不要以为阿拉伯之春怎么样，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埃及还有这些相关的国家，因为我们知道从苏联今天的俄罗斯那边拉油管要进到南欧这个地方呢，它经过什么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啊，所以他们非常在乎埃及政府是亲伊斯兰文明的还是亲欧美国家的人选上，不仅是总统，各级议会的什么人啊，对不对？同样今天为什么死缠烂打那个土耳其的总理啊，对不对？土耳其总统他前一阵不是政变差点被拉下来吗？对不对？他也很厉害又稳住啦，对不对？他就公开之后公开跳出来欧盟搞他的鬼嘛，看到没有啊？所以同学千万要注意，就是说欧洲国家他为了他自己的能源，他真的是用尽了一切手段啊。那当然我们看到嘛，非洲这些国家甚至和你们有关系的哦，是什么呀？跟你们都有关啊。老实说，欧洲国家用尽一切手段和你们都有关的是什么？好，那位女同学，和学生们都有关系的，学生是不是到国外念书希望有奖学金吧？那你觉得你申请奖学金去欧盟，你觉得你要具备什么条件？你自己要先做准备啊，不是吗？你的成绩要不要好啊？然后呢，你是杀人魔能行吗？要良民嘛，对不对啊？这些相关条件都具备了，你也很高兴，你就开始申请了，对不对啊？那同学注意看，你作为一个学生，你大概可以提供的就是这些了嘛，对不对？可能你也多介绍一下你的履历啊，你可能在哪里从事交流，各方面你都交了嘛，相关的证件资料都交了嘛，对不对啊？那接下来就是要看审核嘛，对不对啊？那欧洲国家老师不敢说全部啊，老师建议大家观察他会不会留一些固定的名额给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特别是产油国或者是能源比较丰富的国家的什么学生，他留固定的名额给这些。老师建议大家观察哦，建议大家观察啊。所以同学千万不要以为哦，你到国外念书就是什么，当然你成绩要好嘛，人家不可能找个大笨蛋去啊，对不对？培养一个大笨蛋浪费教育资源啊，不是吗？对不对啊？除了你成绩要好，你是良民之外，
你的人生经历很积极的努力各方面的都有了以后啊，还有一些别的因素无法掌控啊，那这就是可能的因素之一，因为他要留一些固定的名额嘛，董老师的意思啊，所以拿公费，外国的公费也一样啊，别的不说好了，举例来讲，奥巴马的爸爸他就是拿肯亚的什么公费到美国留学的，看到没有，他都有一些，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地区他给你奖学金或你申请奖学金，大家都是综合考量的，看到没有啊？所以你们看奥巴马为什么在他的相关那些奖，很遗憾他爸爸没有留在美国，对不对？让他在人生这个从生下来跟他爸爸不熟悉，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因为他爸爸什么拿了公费的留学，然后拿到学位以后他爸爸返回家乡了嘛，对不对啊？就是任何一个奖学金他有一些宗旨的啊，不是说哦你只想权利不尽义务，或者说他发给你奖学金也有一些考量的啊，所以同学注意到，这就是老师讲欧洲国家什么，他真的是为了他的能源，确保他的能源，他真的是想尽了一切办法。那你说好不好呢？你可能会说，老师，那对于我们台湾的学生是不公平的。同学切记啦，我们人从生下来到现在，人生下来不管哪里的人啦，没有一件事是百分之百的公平的。董老师的意思。啊，那当然他即便如此他还是有留一些名额给不同的地区嘛，只是可能有些名额少一些，有些名额多一些，有一些名额是给予保障的啊，所以同学注意到，那当然他从他自己的利益的角度来考量嘛，对不对啊？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好，有没有不清楚的啊？没有。好，那接着我们再来看啊，我们说欧洲这些国家，意大利、这个德国、荷比卢、法国这六个国家，最核心的一开始啊，在这个1958年，他也通过了罗马条约，大家一起合作啊，煤、钢、核子能、原子能，然后后来什么？大家就理解啦，你做煤钢运来运去，原子能各方面，那是不是我们要把市场给打通嘛？降低关税，或者是零关税，总要陆陆续一定会面临到这些问题啊，对不对？是不是要开始处理呀、啊？对不对啊？所以同学注意看，这个欧洲经济共同体呢，这个时候大家。你必然想到嘛，因为你煤钢要运啊什么这些，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成立这个什么经济方面的合作事宜啊。好，那一开始同学注意看啊，英国他一开始不是什么，丘吉尔不是讲说你们要合作啊，我英国不参加，对不对？我是什么，因为我有海外的大英国协，对不对啊？所以我海外大英国协那么多资源，管你也不用管我是抢来的还是怎么样，但是就是我的，我不愿意跟你们分啊。好，同学注意看啊，所以英国一开始他根本看不起这个，他认为这个一定失败，不怎么样，对不对啊？那但是呢，同学注意看了没有，没想到陆陆续续他们什么不仅煤和钢、原子能、经济共陆陆续续怎么都开始了啊，所以他们什么相对应的，同学看了没有，英国他没有参加这边，他和丹麦、挪威、奥地利、葡萄牙这些什么成立了欧洲自由贸易区啊，1960年代通过，比他慢两年啊，70年代冰岛加入。同学注意看啊，作为一个区域合作的一个组织呢，同学看到没有，这六个国家是不是地理位置上都相连的，对不对？那你这边呢，英国跟丹麦虽然隔得不远，但是英国就是什么受制于你，就是在英吉利海峡的外面，对不对？你是欧洲国家，但是什么你却孤悬海外啊。所以同学注意看啊，我们说英国对于欧洲大陆若即若离因素很多，但是里面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什么，它
的地理位置，它是欧洲国家，但是它又没有和欧洲大陆连在一起。那现在好不容易是因为什么科技的突破，使得什么海底隧道穿过去，什么欧洲之星的快速铁这样通过去，使得什么好不容易伦敦和什么欧洲大陆可以是所谓的一日生活圈嘛，对不对？所以同学看到没有，为什么欧洲这些这一次难民很多，什么他就从那个什么海底隧道往什么，我就偷偷的什么钻进那个什么海底隧道，我就要那子什么走过去啊，所以才很吓人啊，对不对？他连隧道他都要走下去啦。啊，所以为什么英国不是啊？我们要筑一个墙把他们挡在外面。那现在这下可好，连法国都跳出来说啊要筑墙，对不对？就是什么，同学想想看，因为你进到那下面去了以后，那真的我们就事论事来讲，也有一点危险啊，对不对啊？因为那么多人下去，那欧洲之星都停开了，对不对啊？那而且那的确也有危险性啊。好，那接着我们再来看啊。英国他今天那当时没有欧洲之星啊，对不对啊？那个海底隧道的那个火车啊，那这边丹麦、挪威、奥地利啊，同学注意看，奥地利老师一直讲啊，他其实什么战后大家觉得他是什么，好像是中立国，但是他实质上他不想当中立国啊。同样的，老师刚讲，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战胜国要肢解德国，把德国分为四部分，然后把柏林分为四部分。同样的，把奥匈帝国，当时的奥匈帝国，对不对？后来什么？奥地利它跟德语区毕竟和德国互动比较密切嘛，对不对？所以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奥匈帝国崩解嘛。对不对？那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战胜国什么？一样，把你们德语区给你们肢解掉，把奥地利拉过来，你不准和德国结盟，我让你变成中立国，看到没有？啊、哦，所以同学注意到，那当然，为什么特别处理呢？特别大家也特别去处理二战结束之后处理奥地利，非把它变成中立国不可。其实他不想变中立国。奥地利同学注意看啦，奥地利人是不是也讲德语啊？对，只是说有些用字会不太一样，但基本上是讲德语嘛，对不对？同学注意看啊。哦，当然文化各方面语言都相通的嘛，所以同学注意看了没有？直到今天为止哦，德国人到奥地利，他不觉得是出国，看到没有？啊、哦，那同样的，奥地利人以前就是如此哦，到德国工作各方面等同德国人呐、啊，所以看到没有？希特勒是哪国人？你想说老师你怎么问这么蠢的问题，希特勒不是德国人吗？非常好，希特勒是奥地利人，也因为他们这种文化背景相，所以希特勒到德国慕尼黑艺术学院念书，美术学院念书等同本国人啊，很方便啊，看到没有，这样跑来跑去啊，对不对啊？就是语言文化什么相同，而且奥地利的皇室跟什么德国南部巴伐利亚这地方皇室以前通婚啊什么的，都是什么非常密切的啊。所以在这个，那当然奥地利在历史上也非常了不起的建构了奥匈帝国嘛，对不对啊？也是非常强大的。
对不对？那你这个德语系联手起来，那对于欧洲来讲也是一个什么噩梦啊，对不对？之前的奥匈帝国再加上日耳曼，然后之后的什么，你希特勒什么把德国和奥地利整合在一起什么发展，那不得了啊，对不对？你们这种爆炸式的杀伤力，对不对？哦，所以二战结束之后也把什么蓄意的什么让奥地利跟德国拉开一点距离，让奥地利变成什么中立国嘛。但是奥地利是不想变中立国的，董老师的意思吗？但是轮不到你讲啦，对不对？战胜国说了算嘛，看到没有啊？好，那所以奥地利呢，哎，所以奥地利同学注意看啊，他呢那个时候什么也加进到这边来，葡萄牙，同学有没有注意到啊？这些国家没有连在一起啊，地理上没有连在一起啊，这个很重要啊。为什么这么讲？同学注意看，我英国的东西在这个欧洲自由贸易区联盟里面呢，我要卖到奥地利的时候呢，除了空运，但是空运又太贵了嘛，对不对？陆运的话，我要经过哪里啊？荷兰、比利时、法国，或者是德国才到奥地利啊？那你又没有参加这上面啊，对不对？所以关税一个不能少啊，对不对啊？所以同学注意看，区域合作能不能成功因素很多，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有没有地理上的临近性。你隔个大老远，关税的降低，或者是说什么基础建设没有办法共享啊，对不对啊？所以同学注意看，那当然这也就是英国之前为什么对于欧洲大陆上各种的到底是参加是不参加，他一直在精算啊这个利益。好，所以同学看到没有，当时就是这两大，英国想他们这些想着跟他什么，因为一开始不觉得你们这些都是战败国嘛，而且还有一个倒霉的德国在里面，能成什么气候啊，对不对？所以他们自己什么弄，好，同学注意看哦，英国这个国家当然他永远精算自己的利益嘛，而且绝不手软啊，所以看到没有？刚才你不是已经去参加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了吗？看到没有？1973年，他加入欧盟，当时叫欧洲什么？共同体。看到没有？1960年。不到13年，你英国就跑出来了。那还没有跑出来之前，同学注意看，我们刚刚讲1973年什么？1973年这边，英国变成什么？跑进欧盟来了。这中间，同学注意看，他申请又申请，啊，中间是被拒绝过的哦。拒绝他的就是又是什么？法国的戴高乐啊，看到没有？所以今天英国退出欧洲，法国高兴得不得了，董老师的意思啊。那英国之前呢有加入，但是一直到1973年才正式被接受啊。因为当时同学注意看啊，法国总统戴高乐坚决反对英国加入啊。那当然，除了历史上的英法百年的征战之外呢？还有什么？当然，也就是说，你英国加进来的话，那我法国和德国本来什么？那从戴高乐那个时候，当然认为什么？整个欧洲的发展是由法国在主导嘛。德国后来实力快速攀升，但是德国他汲取教训了，他理解到欧洲国家都非常害怕德国什么翻上来又主导欧洲嘛，所以。德国事事什么把法国顶在前面，也就是说我什么都不如你们啦，我就让
法国什么带头嘛，我德国就跟在法国后面，你们总放心了吧？啊，所以同学注意看，那对于法国来讲，那这下可好啦，那整个欧洲是我法国在领导，那你英国加进来来跟我分，那我也不愿意啊。这是一个原因啊。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同学注意看，欧洲我们说它是老牌的什么殖民国家嘛，对不对？那殖民国家里面，同学注意看啊，英国当然它很成功的建构了大英国协，全世界，对不对啊？到今天虽然松散了，但是还是存在嘛，对不对？以英国为首啊。那另外呢，它的一个最大的海外竞争对手，建构殖民地的对手，你觉得是谁？哪一国家？你那么多殖民地，我也有，而且我要跟你抢地盘，那是哪一国？啊，对，非常好，法国。同学注意看到没有，别的不说好了，他们一出门先去的非洲，到今天什么大概都是英法势均力敌啊。因为你们看非洲国家，要吗是英国殖民地，要吗是法国殖民地，当然也有一两个是荷兰的或者是意大利的，对不对啊？这些殖民地啊，所以呢海外竞争也非常激烈啊。甚至我们不要只讲非洲，亚洲我们面前的越南是以前谁的殖民地啊？对，非常好，是法国。所以越南人以前是讲法语的啊，近代了啊，他是被法国殖民，那当然后来被美国通通都赶回去了嘛，对不对啊？那还有其他国家不就是英国的殖民地吗？那甚至包括我们学校大门入口那个上面是什么东西啊？入口附近，对呀，不就是英国领事馆，对不对？那更早台南是什么啊？荷兰是安平古堡，非常好，抵御谁啊？比英国更厉害，更早就在全世界，荷兰呐、啊，看到没有？同学注意看，英国的工业革命还是靠荷兰在一定程度上的启发嘛，看到没有？还有更早的什么西班牙、葡萄牙嘛，对不对？所以发现新大陆到海外探勘冒险，最早的不是英国，对不对？啊，所以发明什么？发现新大陆的是什么？啊？对呀、啊，是不是英国人嘛？对不对？那当然，现在又要被翻案。最早的是中国人啦，这欧美国家吓死了，怎么搞的？什么都变成你们中国人的了，对不对啊？的确，现在有欧美国家自己的相关领域的地理学家也好在翻案哦，啊，认为什么新的证据显示什么，这些什么西班牙、葡萄牙这些人还没到什么美洲大陆之前，中国人早就已经去了。啊，他们有新的证据提出来嘛？啊，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啊。那回到这个地方来，要讲的就是什么？法国坚决反对英国加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什么？你除了进来跟我在欧洲竞争之外，海外呢？海外你也和我竞争啊，对不对？甚至什么，在这个埃及，刚讲埃及，埃及和什么中东这个地方的什么，这个有一个运河，苏伊士运河那边都打起来了，对不对？啊，就等于说海外也抢，是欧洲内部也抢。同学注意看啊，英国建构大英国协，对不对？但是你们注意看啊，英国的影响力始终很难在欧洲大陆内部扎根。看到没有？哦，就是因为什么？当然因素很多。
同学注意看，就是欧洲它本土上面强势的国家也不少啊，对不对？所以对于英国来讲，它没有选择，它到海外只好到海外去嘛。欧洲大陆它本身进不来啊，对不对啊？因为它一进来就先碰到法国，所以它现在先跟法国要打一场嘛，又打了上百年，对不对？那后来德国又强大起来，又把它挡在外面。对不对啊？所以同学注意看到最后什么，英国能够进到欧洲大陆，你们注意看，他一直靠的皇室通婚，他靠皇室通婚把影响力伸进来啊，真正实力那种杀进来那种的没有嘛，对不对啊？所以对于英国来讲，同学注意看，欧洲大陆上有什么纠纷，他其实都很高兴的。我进不来，然后什么？你们自己打起来，我最高兴啊！所以你们看，英国的张伯伦也支持希特勒什么瓜分捷克啊？反正你们自己搞你们啊，只要别搞到我这边来，我何乐不为啊？看到没有？那好，今天你要进来了，那对不起啦，法国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啊，啊！所以同学注意看，英国申请加入欧盟其实失败不止一次哦，啊！那冲在前面挡他的就是法国，啊！那同样的，今天英国脱欧第一个冲出来叫他赶快走，然后什么？第一个跳出来讲说，英国英语在英国脱欧之后不能成为欧盟的官方语言，也不能成为工作语言，冲出来的依然是法国。啊，同学注意看，全世界啊，大概讲法语的人口数，曾经在历史上是超过讲英语的，所以他们的英法之间的竞争是很激烈的。同学注意看哦，德国虽然第二次工业革命他就追上，国家发展也很强，但是他没有什么海外殖民地。俄罗斯也一样啊，那当然俄罗斯我直接用抢的啦，我不殖民了，我直接把你拿过来啦，对不对？所以它的领土越来越大嘛，啊，所以你们看到欧洲这些国家的这个发展的进程，就可以理解英国为什么脱欧，同样的什么一样啊，为什么有些国家他们对抗了上百年都还不能化干戈为玉帛？大声一点。年轻学子，就是我看很多，特别是可能很多学生都会，可能时不时就是对话就从英语就夹杂的法语，法语就夹杂的英语这样子。哦，那已经算今天很好了，因为欧盟基本上鼓励什么，大家欧盟地区的年轻人，大概除了你的母语之外，他政策上也鼓励大家什么，你要会讲欧盟其他国家的语言啊、哦。那法国人呢，他以前什么，他也会讲啊。对不对？而且英语、法语基本上是什么？都是所谓的 alphabet， 都是 A B C 作为什么？他们的形体嘛，差别就是发音，或有时候拼的第一音节，你们注意看，很多都是相同的啊、哦。那法国人以前呢，他是什么？他会讲英语，但他不讲啊，对不对？甚至你们注意看，今天法国总统在全世界，他都讲法语啊，他不讲英语啦。对不对？哦，就等于说他对于法语他也是很自豪的，当然也知道这个影响力嘛，对不对？那同样的英国也一样啊，所以你们注意看，香港人到今天什么中文都讲不好啊，但是他们英文很强，广东话很强，为什么？我就是透过语言政策来什么实质上的影响你，而且这个影响很难在短期之内什么铲除掉啊。因为语言，同学切记，不管哪一种语言，文法复杂或者是不复杂，它永远牵扯到的是你的什么思考逻辑。所以一个国家的语法不是随便跑在那个地方的。我们学外文，哇，背文法是不是背得好辛苦？那个东西就是人家的思考逻辑啊，看到没有？所以为什么？
你就如果讲到这个地方，你们大概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法国人反应这么快嘛？就等于说，你英国既然脱欧了，欧盟的官方语言不能是法语，不能是欧英语，然后什么英语连工作语言都不算，都不行，不准使用，这就是竞争啊，软实力啊，思考逻辑的竞争啊，看到没有？啊，这绝对不是好玩的，它比这个武器上的竞争的影响都还深远啊。啊，所以为什么你们注意看嘛？全世界为什么每隔一段时间大家总在谈哦，这个世界上讲英语的人口数多，还是讲法语？那现在他们更头疼啦，现在是讲中文的人数越来越多啦，对不对？又来一个竞争对手啊，对不对？啊，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啊，好，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